来到天方夜谭啊。天方夜谭里面，我通常为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小众的，然后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球鞋或者品牌，或者一些比较有意思话题啊，比如说之前我跟杨同学聊过什么环保啊之类的。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品牌呢，就是 Saucony。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还挺喜欢 Saucony 这个品牌的。之前呢，我也经常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喜欢的 Saucony 的鞋款啊。那今天这两双实际上是 Saucony 送过来的，所以在这边要感谢 Saucony， 不是下饭啊，所以说不是广告，大家可以放心观看啊。那首先给大家看这个鞋盒，其实就非常的简单直接了，上面写着 White Mountaineer。 稍稍了解过一些日系的这些户外机能的品牌的朋友，对它肯定是不陌生了啊。如果提到 White Mountaineer 跟球鞋的合作，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的印象都来自于阿迪达斯一系列的这个 NMD 的合作款啊。其实在我印象中，跟 Saucony 的合作款应该不是第一次，之前我印象中是有过一双 Grey 9000， 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也记不住了，大概的颜色就是那种灰灰的颜色。那这一次 White Mountaineer 所选择的两个鞋款啊，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的契合他们整个品牌给人的感觉。他们选择了一双户外专业性比较高的这种跑 trail 的这种跑鞋，又选择了一双非常日常的这种复古慢跑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White Mountaineer 这个品牌给人的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纯的户外品牌，它有很多的设计风格啊，给人的感觉啊，都是这种偏潮流向的，或者说偏这种 streetwear 的感觉。那首先咱们要开的呢，就是这双复古跑，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也都是在关注这一款啊。这双鞋的名字叫做 Great Web。Great Web 是2000年的时候 Saucony 出的跑鞋啊，在去年的时候算是第一次复刻了，然后当时也是借着 ConvaceCon 的这个契机做了第一波宣传，我印象很深，当时那个 booth 搭得很漂亮，用的很多都是那种90年、2000年那种报纸啊什么的，整个宣传的感觉就是很复古。那我觉得整体的风格其实非常符合我们现在所流行的这种穿搭的方式，本来就是偏90年、2000年初的这种有一点点 old school， 然后比较宽松的这种穿着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旅游鞋的那个感觉。这一次联名款呢，跟普通的 Grey Web 相比，其实鞋型上整个设计上没有做任何的改变，配色上来说呢，就是简单的黑白灰，整双鞋也只有后跟处有这个 White Mountaineer 的 logo， 很低调的联名款。可以看到整双鞋的设计啊，有很多线在上面，一条一条的。我自己最喜欢这双鞋上的一个设计元素，就是前面这一部分的设计，它是挡了一部分的鞋带的。这个设计在2000年特别流行，有些鞋是这么设计的，还有一些鞋是用拉链啊、罩子呀，还有比如说是用这个魔术贴啊等等等等的，把前面这一部分挡起来。我在小的时候就觉得这种设计特别特别的酷。接下来咱们深入聊一下这双鞋上的一些科技啊，最主要的一个科技就是 Grit。Grit 这个科技其实是 Saucony 当年特别当家的一个科技，就好像是 New Balance 的 Absorb。或者是 ASICS 的 gel 啊，如果你想到 Saucony 的话，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 Grit。Grit 其实是一个缩写啦，它是一个全名叫做 Ground 什么什么什么device， ground reaction inertia device。 这个缓震的概念就是要把缓震性和稳定性结合在一起。我还是给大家画一下比较好啊。整体这个吸收震动以及稳定的概念呢，就像网球拍吸收网球一样，所以说你的着力点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出现往外翻呀或者往内翻的这种情况，它都会完全的吸收在这个网和网之间这么一个设计。材料方面用的应该是杜邦的一种 TPU 啊，叫做是不是 TPU， 反正就是那种 PU 材料，叫做 Hytro 啊。那这个呢就回到了整个鞋头和鞋跟这一部分的设计，为什么是这么多线啊？虽然说官方没有这么说过，但是我的猜测，我觉得这条线都是为了展示整个 Grit 科技的这种感觉。而且实际上这段时间出的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一个外露的 Grit 科技。我个人是觉得 Grit 这种材料，第一它脚感其实是很不错的，不敢说一定比 gel 的脚感好，但是一定比 New Balance 的 Absorb 要好。同时呢，相对 gel 来说， Grit 这种材料相对来说要更轻量化一点啊。可以看到后边写了一个 Grit 二，理解上来说我觉得就应该是前后掌都有 Grit 的材料在里面，因为这双鞋的 Web 嘛，所以说可以看到这边是有很多网状的设计，这种塑料热熔鞋面跟这种麦式鞋面放在一起，增加整双鞋的韧性的同时呢又不会增加重量。接下来咱们聊这双鞋的穿着感觉。首先尺码方面，它是非常非常正的尺码，所以说你一般的跑鞋啊或者是 Nike 的跑鞋啊，穿什么尺码这个穿什么尺码就没问题，不存在压脚面的问题，因为这个鞋舌是完全分离的。这双鞋如果你只是看的话会感觉应该是挺重的一双鞋，但是拿在手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已经感觉很轻了，穿在脚上之后就更明显啊，就是很轻。第二个感觉呢就是它真的很软，前掌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凸起设计的，
所以说你穿的时候会有一种向前弹的感觉。说句实在话， Saucony 的复古跑脚感真的都蛮不错的，都挺软弹的。而且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啊，就是它做工真的是着实一般，材料的话其实也很一般，就是很普通的这种 mesh 材料。鞋头这个 mud guard 和后面这个 heel counter 它的这个材料实际上就是人造革。那我觉得 Saucony 整个的这个复古跑鞋的这条线啊，就是 original 这条线啊，其实是比较有两极评价的，喜欢人挺喜欢的，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这个鞋型设计太臃肿了，感觉好像特别圆，对吧？其实它一点也不臃肿，穿起来也很轻。接下来咱们要开的呢，就是另外一双偏户外运动的这种相对来说专业点的跑鞋啊。那这双鞋的名字叫做 Switchback ISO。这双鞋呢，其实是 Saucony 第一次尝试做跑 trail 的专业跑鞋。鞋型呢，其实是根据当时出了一个叫做 Freedom ISO 的鞋款，整个鞋型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主要就是加了这个 BOA 的旋钮设计，以及整个外底它实际上做了这种跑 trail 用的这种外底。从联名的角度来说，这双鞋看起来就更像一个联名，中底这边大大的写了 White Mountaineering， 所以让你一眼就看到，哦，这是白山的联名鞋，是吧？中底科技的话，这双鞋用的是 Saucony 当时比较当家的一个科技啊，叫做 Everrun。 这个 Everrun 现在应该是改名字了，叫做 Power Run 什么的，是不是？我今天脑子不太行，等会儿让我查一下。没错啊，就是 Power Run， 其实就是改良过后的啦，应该是整个软硬有调校。因为 Everrun 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抱怨比较硬一点，它跟阿迪达斯的 Boost 都是一样的，都是 ETPO 发泡出来的材料。这双鞋的话，因为整体是一个比较轻量化的设计，所以说整个中底的话呢也是比较薄的，可以看到脚感方面就是比较硬，但是比较弹。鞋面这一部分分成三块的设计，就是它的 ISO 鞋面设计，为了能够适应更多的脚型啊，然后增加很强的这种包裹感的感觉。 ISO 的话在 Saucony 很多的鞋上面都会有用到了，再加上这双鞋上面用了一个 BOA 的这种旋钮的鞋带设计。这个设计的用法实际上就是往前转，大家看到啊，它就紧了，然后呢我把这个口往外一扣，然后这个鞋带啊整个就松起来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你再用的时候你再把它扣回去，然后再转就可以了。那我个人觉得这双鞋呢其实是更加有针对性的，如果你真的要去跑 trail 的话，我个人觉得真的还挺帅的。日常穿着的话呢就稍显得专业了一点，反正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但如果你真的能够驾驭得很好，或者说真的把它穿搭得很好的话，应该也还是 OK 的。如果是纯日常穿着的话，我自己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一双。那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双十一如果你想要买一双这种比较小众的联名款啊，然后这种复古跑啊，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考虑这一双的。因为这双鞋就是那种懂自懂的鞋，而且上脚之后你肯定会被这双鞋的脚感所惊艳到。其实特别简单，我今天穿的这个短袖就是 White Mountaineering 的，下面可以配一个短裤，然后长袜，这双鞋就可以穿了。好了，以上视频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能看到最后，看最后千万不要忘了帮我打码扣一。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些可能你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些球鞋一些品牌啊，一些不同的这种鞋款啊，也麻烦在下面的评论让我知道，我会尽量来多做一些这类的鞋款分享给大家，聊聊这些偏小众的一些其实很不错的品牌，然后一些很不错的产品，很不错的科技，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是天，天方夜谭，咱们下期见，拜拜。